馆长、副馆长，啊，咱各局处的主管，各位咱议会同仁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媒体记者，吼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咱宣读上次会议记录。第十三次会议记录，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11月14日上午9时15分，地点本会议室厅，出席陈副议长余业等18人，内席张县长花冠等26人，来宾各报社记者等21人，主席陈副议长余业，秘书长黄尚文，议事组主任张彦博，记录卢正道、林绿云、王立贤、黄旭平、李静荣主席宣告开会。一、报告事项。一、主席报告议事日程。二、议事组宣读第12次会议记录。二、县政总质询以业务质询。三、主席裁示。一、议员所质询的宝贵意见，请各局处积极办理。二、议员所需之资料，请各局处应依其需求确实提供，并如期送至本会。四、散会上午11时46分以上。各位同仁，咱对上次会议记录有什么意见？无哈，无咱较真啦哈。咱今仔排定的议事日程是专案小组报告了哈。来，咱即马专案一，为提升本县运动水准，连贯培训本县中小学运动人才，增设体育班，并甄选优培训优秀之专任运动教练。专案监督小组召集人陈柏霖议员跟罗世阳议员。刚要补充报告者。大会主席吼，咱张议长、馆长、副馆长吼，一个主管吼，还有咱的议员同仁吼，媒体陈小姐，大家较早。本身呢，针对讲这个案呢，已经吼走数十年啊啦吼，连续啊差不多2-3届。因为呢，对咱家关的咱的运动的咱的教育主题呢，咱的3级的培训呢，非常非常的重要呢。所以讲呢，这个本案呢，咱本身呢。希望讲甲保留，不过呢，我补充一下讲，咱这个案内底，希望讲馆长呢，咱这十年的成绩呢，拢大家拢看到，所以讲凸显讲这个需要性甲必要性。佮一点就讲，本身伫咱定计划时，我要再一次吼重新的补充，希望就讲呢，咱馆长呢，甲咱财政甲主计这边者呢，会当针对吼本身。咱对着这边，我本身呢，伫咱定期会做一个计划的未来，就是讲运动防护员、防护员对咱嘉义县的未来性的重要，哦，所以讲我们希望教育处这边能够积极，哦，向我们的相关单位争取这个员额，这个员额呢，运动防护员对咱的专任教练的必要性、甲需要性，佮咱嘉义县的重要性，哦，所以讲希望馆长呢。要积极呢来做一个妥妥办理。教育处这边要拟定相当的计划，这个计划书呢，希望做出来了后，含本身佮咱的议员呢来做一个告知。甲馆长这边做一个相当的报告。这个运动的防护员呢，唔是佮针对讲专任教练尔，我都讲过啊，对咱每一个科室内底拢有需要，比如讲警察局的比赛、警察局的训练，还有佮咱消防局这边只训练呢。啊，个比赛整顶的整个，对咱所有每一个阶段的冠名，甲咱的学子呢，非常的重要性。所以，教授这边只，本是希望伫这年度、每年度跨年度的这一个月至3个月来，来做着相当的计划，甲未来性的做着筹措。因为咱的运动瓶颈，伫我本是这十年来所做评估的，就是讲为什么咱的囡仔。训练到一个阶层性的时阵，他没有办法照这突破瓶颈的用意，就是伤害。伤害第四条什么？第四条金嘛，咱的囡仔的未来性。比如讲这边的中华高中联赛黑豹旗，尾啊冠军这个囡仔就咱嘉义囡仔中部人，江国谦，伊就是过去就是成绩做好。连美国、日本的少年们都要来甲采纳，要来吸收。本身因为这囡仔是人才，只有人才当中呢，咱要安怎讲，甲伊送去上好的舞台给伊，就是伫个国中的时阵，伊就是受伤，或者就是未来性。但来做评估，这个评估就是这防护员的评估，加上训练法的用意。所以讲呢，本身也重视着这个专案。
所以讲希望即咱大会主席啊，甲咱议员同仁呢，拢会当认同即专案，咱共同来监督，共同呢来推广着咱家眷的需要甲重要性。所以讲希望大会呢，那会当甲即专案呢甲保留啊，谢谢，感谢。好啊，咱第一案就甲保留啦吼，来第一案。好，专案二，针对本县嘉义乐活有机农研专区，本会成立专案小组，以深入了解其推动情形。召集人林瑜玲议员，来，林议员要补充报告无？是，主席谢谢。针对这个专案小组吼，本是认为讲还是爱有留落来吼，也作用是啦，因为咱即马乐活有机园区目前要你招标嘛，敢那第三标无人标嘛？有，还没有开标，开标了嘛？那反正明信吼，好。处长，这第三标标呗。报告议员，这个部分哈是十点会待会会召开评选。等一下会召开评选嘛哈，所以我还是认为说有留下来的这个小组的用意啊哈，因为你这里有机园区实在是问题太多了啦哈，所以我还是希望这个小组再继续留下来。好，好，啊，咱第二个嘛继续保留啦哈。来，三，为了解大埔美精密机械园区第一期、第二期及马稠后产业园区等案之开发进度、招商情形及工程品质之管控，主专案小组已了解该案之推动详情。召集人张议长明答。这案呢，咱大埔美一期的差不多要完成，所以讲咱一期的就免吧吼。即卖就大埔美第二期啊，甲要调这个做。产业园区吼，即继续搁个保留啦吼。第一期就免啦，第一期就结束啊吼。来，咱第三案保留啦吼。来，专案四，为加强照顾山区乡民权益，并配合政府对水资源之保护，组成专案小组，要求经济部水利署提高回馈金额及增类其他回馈项目。召集人张议长明答。这案免，这案都咱个迄个啦，免搁做啦，吼、哦。第四案免啦，吼、哦。专案五，为使布袋港重现昔日小上海美誉，组成推动布袋港以厦门直航，加速两岸龙鱼产品快速抵达，增加龙渔民收入及人员交流，以促进嘉义地区之繁荣及加速布袋港之经济发展。专案小组召集人张议长明答。这第五案吼。咱来继续保留，因为咱目前吼，拢压未吼，压未去拼咧啦。所以讲吼，咱我们还是要继续吼努力啦吼。来。专案六，局长，慢下，我家己先建议你，这案吼压未拼吼，其实爱拼。不，阿不当然爱拼。有啦有啦，继续。搁一项啦，我甲你提醒，因为交接人是你吼，你唔通像较早迄人咧选计较啊。按重庆话咧，为着要清楚这哦，叫美工是台湾的五三辈哦，好爱注意，我该好好啊提醒一下。无啦，这是，即咱真久都有想要来斗拼这啦，当然这爱有真侪这个经费啦吼，咱麻烦馆长啊，搁立委吼配合来看清楚看嘛下咧啦吼，这案继续保留啦吼。专案六，为了解故宫南院工程进度。及开馆后如何活络地方文化观光产业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繁荣发展，本会成立故宫南院及周边整合发展之专案小组。召集人江梅红演。来，江议员要补充一下，来，继续保留，好，好，这下咱就继续保留了吼，来。专案七，嘉义县因应少子化，学校若面临区域整合，教育资源经费应保留。例如乡内其他小学成立监督专案小组，召集人林木慧议员。无影。副召集人蔡鼎山议员。来，安尼就来，三个。咱这案哦，这小组咱责任林木慧责任呢，又咧讲哦，希望这个案会当继续保留，而且呢，伊伫遮又特别交代本席咧，要交代咱教务处哦，
第讲伫当时是成立这个专案小组的目的，就是讲伫学区内底，那是病校的，啊是迄个废校的，因的教育经费内底，应该爱用伫伊本乡内底的主题身上，袂使依照他乡电力使用。希望这点呢，咱教处会当安尼谨记在心安尼。以上报告。好吼，啊，咱教育处会记哩安尼啦吼，啊，咱继续，第七案继续保留啦吼，来。专案八。为有效监督沿海六处国家级重要湿地保育护育与环境保护工作，成立沿海湿地保育监督小组，召集人蔡鼎山议员。来，蔡议员。这案哦，本席建议咱继续保留。过来伫这，我有几两点报告。第讲，咱即马伫政府已经发布伫咱即个湿地保育法，伫湿地保育法内底土地区内底，伫原有的即、這个。鱼捞的工作者，第讲这掠鱼啊，也是有咧倒网过的。第讲伫内底，伫原有，伫长期以来，伫因祖先放落啦，而且掠鱼啊，捕鱼者咧，希望这部分内底，伫咱的农政单位，咱应该好好的辅导。咱唔是呾取缔，咱应该呾做一个就业的辅导，做一个专业的辅导，袂使一个得呾限制伊的生存，因为这长久以来。这是伊生存权内底一个确定的保护，希望咱农政单位会当注意一点。再来，第讲伫湿地内底，诶，即个保育的环境，诶，即个部分咧，除了伫湿地保育法内底规范以外咧，伫只我特别要提醒咱环保局，第讲伫五个湿地内底，伫咱台糖的畜牧处内底，伊还阁饲两三万头的猪只，伫即个废水的排放标准当中内底，尤其伫水利处，是毋是有需要做一个讲？伫台糖的畜牧场内底，伊的地下水的抽水，而且用量是偌济。但是伫环保局应该管控，伫台糖内底废水处理，伊的废水的排放，交伊抽水的水质、的水量，交排放的水量，是毋是有相当的比例？安尼才袂以免咧，无经过废水处理，啊排放出去，来影响到咱湿地内底生态环境。啊，做以上的报告安尼，希望咱以上。各处会当特别注意安尼，以上报告。咱特别含继续保留啦。啊，我是讲，即案咱若如果这些细节，你看找时间含各单位吼，甲啊咱专案小组甲含研讨啦，吼、哦、来。啊，特别含咱继续保留来。专案九，本会针对县内固定污染源空污会计算传输数据之正确性，并了解目前工厂用水情形。及抽取地下水情形，主专案小组加强监督追踪，以防再度发生弊案。召集人陈福成议员，副召集人董国成议员。来，董议员。啊，好，咱第九案吼，继续保留了吼，来。专案十，为加强本县风景游憩区之繁荣，本会成立推动人力潭风景区发展之专案小组。以改善仁义潭周边地区之城乡风貌及带动本县观光旅游之发展，召集人张议长明达。这案阁继续保留了。专案十一，故宫南院总经费约79.35亿元，而故宫南院回馈县府11亿元建造周边道路景观。只为详细了解经费动支情形，主专案小组召集人李国胜议员。来。第十一案继续保留。专案第十二，为防止有毒垃圾混入本县焚化炉焚化，主专案小组严加监督，召集人陈柏林议员。柏林干杯。台湾主席张议长因为本身呢，嘛希望呢继续保留这个案呢，这个专案对哈咱的本身维护。加上监督的用意呢，正大的意义呢，加上未来性诶，有可能面对着搁真侪需要，所以讲诶，本身呢，保留这个专栏，希望呢，等下环保局呢，咱的环保局长呢，我们等一下这个会议完以后，我们等一下见个面，我要跟你研讨到有一个县市的联防里面的用意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来安尼十二人继续保留了吼，来十三。专案第十三，为了解本县公共艺术装置、艺术品等相关经费是否有妥善运用，成立专案小组加以监督经费使用情形。召集人李国胜议员。
李岩。好，继续保留。来，那十三案继续保留哈。专案第十四，针对阿里山乡峰山村林班解编事宜，主专案小组办理下乡考察，召集人石信忠议员。啊，这案石议员有讲唔免保留啊啦哈，这案第十四案。啊，佫有无？无哈，啊无，咱今仔日会到这啦哈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上次审预算的时候要的资料已经准备好了吗？还没有收到资料。